重阳自强，重阳自强。沿路蛇行狂按喇叭，巡逻员警上前拦车，嫌犯不但不停车，一路逆向狂飙。该车右转重阳路，右转重阳路往国道方向，国道方向。不顾危险还红灯右转，嫌犯最后车辆超伤前失控，撞上人行道才停下来。车上原来是一对毒鸳鸯。OK 啦，时间不然我就把你们办到底。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只是买饮料，我看你个大头了。女子说她什么都不知道，而驾驶被压制在一旁，哀哀叫。只要去麦当劳，请问可以交公车吗？看啊，慢慢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这时候才向警方求饶，看看她的车头被撞烂，而警方从她车上搜出改造手枪还有刀械。过程中，为了逮捕他，三重厚德所的员警吴宏月还在破窗过程中手部受伤。所以我对公鸣了两枪，他还是不愿意下车，我就使用车窗击破器。同一个晚上，在淡水也不平静。不要弄啥！淡金路上警用机车被撞倒，两名男子被压制。原来这两人拒捕开车撞警车。你俩干啥？找我事过吗？几分钟前，魏姓男子看到巡逻员警靠近，行迹可疑，快跑上车。员警原本要拦下盘查，但驾驶油门一踩，连甩都不甩。员警追车一公里，企图拦车，但丁姓驾驶却撞警车。员警朝左前轮开两枪，并对空鸣枪，才抓到车上两人。只是为了甩掉员警，沿路狂飙，嫌犯差点波及无辜路人。记者侯宇翔、黄天耀受奖，新北市报道。